的路。我听到这首歌就会瞬间毛骨悚然。Hello， 大家好，我是花木兰，带你沉浸式打卡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节，走。别急，先打个卡。进入会场记得提前预约。生命不息，阅读不止。现在来到呢是读者书架区域，这里呢展出了像梁晓声老师、马伯庸老师推荐的好书，每一个主题都代表着不同的颜色，有文化、科技、历史等等。起来读书吧。最近特别火的《流浪地球》，因其名义求其有声，这是《诗经》里的一句话，希望大家可以在书架上的留言本写出自己的感想，也能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书友。看我发现了什么，一面墙的间距就像艺术家一样观看。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区，在这里呢可以感受到浓浓的老北京的气息，可以看到北京870年建都的历史，也有一些北京的老照片。听说这个展区里还有一位神秘的嘉宾，徐小静老师挑战修复古籍，检验一下我的学习成果。这样对吗，老师？我突然忘了第一个步骤。对，就这样啊。对，然后稍微拉，我好像把里面的也夹了一个洞出来，对不起，戳了一个小洞。这是啥？谜底揭晓，这是光子儿童的沉浸式打卡区，在这里大朋友可以做回小朋友，现在也回不去的童年。我看他做他了。在这里体验一下象形文字、甲骨文、猜字谜等等好玩的活动。同学，你收到猫头鹰的来信了吗？我是格兰芬多的校友。好，那把我手劈了。好多哈利波特的周边产品，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周边，如果是哈迷一定不要错过。瞧瞧我又看到了什么。很多人的头像都是这位少女。这本书里面是收藏了这位作家所有的画作，飞天扫把、鹰、他的杯子、他的城堡，全是。我好想 all in 啊，可惜没钱。哈利波特的主旋律，很多人说听了这首歌会瞬间起一身的鸡皮疙瘩，因为这首歌可能代表了很多人青春里那一幕跟哈利波特有关的记忆吧。然后特别难忘。快跟我来，这是千里江山图，我第一次看到图是切开卖的，就为什么会把它剪开卖？啊，就是衣服不就12米是吧？哦，对不起，原谅我不知了。这是一个数字出版区域，在这里呢，你可以通过音频、视频、VR 各种智能方式来体验读书的乐趣。好大的玩偶，抱一下。这个专区里面有上百家的出版社，有他们的社长或者总编辑啊，推荐上百本好书，又是一个特别好的宝藏书单。逛了一天，也到了闭馆的时间了。今天收获了许多名家的推荐书单，同时也有百家出版社推荐的各种好书，收获颇丰。逛了一天，也感受到了大家久违的阅读热情。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里，抽出一个周末的时间来图书街逛一逛，生活慢下来，也许会更好呢。